我今天想要去National Museum， 因为他们有那个小叮当哆啦 A 梦的那个展，所以我想说我想去看一下。看到了，原来他在外面就有，还蛮多只的啊，我以为他是在里面。大乌龙，它周末才开，所以现在走外面这些可以看，然后里面的话它的展还没有好，所以要等到周末才可以。可是外面这个已经好可爱了耶，你看。所以只好周末再来咯。最后跑来逛街，雕狮出来了 ，Merry Christmas！ 都没有了，它就像一条毛巾，然后他说什么 makeup 都可以拿掉，只要沾水就好，而且它可以用3到5年，真的假的？突然好想吃寿司，吃板肠寿司。所以你进来的时候，他会给你一个菜单，你去扫 QR code， 然后就会有菜单。
饭松松的，然后那个尾鱼、鲑鱼肉都是软的，哎，一点 Q 度都没有啊！怎么会这样？难过，可能是只有今天才这样吗 ？I don't know。如果有人来阿勇吃过板肠寿司，可以告诉我一下，我今天是不是运气不好？